哦，最后教你们那个汇出，因为这个资料库最后要做一件事就是汇出。但是其实以后，当我们这些程式码全部写完之后，是全部那个 load 的 CSV 是自动叫的，不是我们在输入这些程式码，全部都用批次的方式直接把资料喂进去，然后自动产出。那我们来去看一下。你看，像刚刚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不是这个资料表好了？是不是有包含台湾跟那个22个县市？好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。那这个资料我们是不是会想要汇出在这个地方？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export PNG，就是直接把这个图汇出。好，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因为我们不可能，当我们今天点这个 export PNG，它就产生一个图了。好，那问题是我们要图没有用啊，这是刚刚那一张图，我们要图没有用，我们要的是那个资料表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。怎么样去做汇出？哦，对对，这个，点这一个，然后再点汇出，就是点这一个，然后再点汇出。好，汇出 CSV。我们现在要看这一个，这个格式它就很像 JSON 的格式。好，我们点它，你看是不是就变成是这个样子了？那我想，我们可能暂时要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就是，你们这样了解，就是说把资料丢进去，然后你会建立一个点，你也会把一个 CSV 汇入到这个 Graph 的 database，然后也会 match 就是找，match 就是我们一直在，例如说 SQL 里面的 select。然后 match 到之后呢，match 到之后只是把它呈现出来，就是 return，例如说你那个 match 的变数就呈现出来了。然后 delete 我也教了，delete 应该也会做。还有我更重要的是，假设你们今天要去做那个改变里面的变数，因为老师很在意这件事。我也教喽。举例来说，假设我今天是那个我发现台北县，就是他给我的资料是台北县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转换成新北市？你必须要把台北县要保留住，然后产生出新的一个实体的名称，例如说 new name 是新北市。这是老师要求的做法，就是我们不能破坏原始的资料。可是这套软体是不是很容易去新增一个实体，对吧？可以同意哦，可以同意，就是，这点是到时候我觉得老师一定会问你们会不会去做资料转换，而且他要求。哪一天转换能不能增加到实体去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就是 edit date，然后你再写记录今天日期，有没有问题？就是我想这些最后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，你今天听到了什么？尤其我刚刚讲那句话，你一定要讲出来。因为真的老师很在意这件事，我们阳明大学花了300万、200多万去买了一个 ETL 的工具，因为所有的资料库哦，它只能改变，例如说原本台北县，我们可不可以改成新北市？可以，可是台北县就不见了，这是以前的 ETL 做法，SQL 它就只能做这件事。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保留原始的资料，创造
新的那个 property，对不对？甚至还可以再增加修改的时间，有听懂吗？这一段一定要听懂哦。那你说一遍给我听，就是假设我现在我看到了台北县，那我改成新北市，你会做吗？就是创造一个新北市的栏位，然后同时台北那个县不叫栏位，那叫属性。哦属性，对，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属性而已，所以应该还蛮简单的嘛。用什么？用什么函数？用 set，对不对？应该还蛮简单的吧？只有这套软体哦，它很简单做这件事哦。所以那个时候花了好多时间去跟老师解释这一段，因为他会认为不可能吧？免费软体这么好用吗？确实啊，它真的这么容易去做修改。好，那。陈正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蛮困难的。以前现在我们叫桃园市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前也有桃园市哦，以前不是也有桃园市，就以前有桃园县，也有桃园市。现在我们统一叫桃园市。请问一下，你要怎么样去怎么做，然后可以。假设我今天我在这样一个资料库里面，我在找93年的桃园市跟105年的桃园市是不一样的，你要怎么样区隔？你以前的桃园市是那个小小的县辖市，现在桃园市是直啊、现在桃园市叫什么？是直辖市吗？反正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大小嘛。那你要怎么捞资料？你的 match 你要怎么做？你会做吗？可以。如果你那个多增加那个 property，就是它本来一定没有写嘛，你用新增加一个 property，可是你真的要懂哦，到时候你讲给老师听，老师一定就是问你这种问题啦，他就说。例如说，他写北一，他就要变成什么第一女子，台北市立第一女子，什么高级中学怎么变？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哦？老师就只会问你这些，因为他会觉得说，哇，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很棒的一个软体？事实上真的是啊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好。那就先交到这边。现在一起来做，先关闭。这个画面可以关闭。然后接下来这个下面这 Near for J 记得 Stop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束哦。然后接下来。你稍微注意一下，在你的文件底下是不是有一个 Neo4j，然后底下有这一个，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时间，就是它最后这里面的资料，最后有看到有几个档案是，例如说现在6:03才做修改的。好，我只是要特别提醒这件事，所以到时候你记住，就是我们大家会创造出一个共用的这个资料夹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全部都是连进去到这个资料夹，一起在创造编辑。就是说，假设我负责肠癌嘛，你负责乳癌，然后你负责那个子宫颈抹片，对不对？然后到时候我们全部资料再整合。并在一起，而且这只是3个癌，另外我们还有其他资料库也要整合在一起，可以想见吗？这个很大的资料库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。